人粪的处理能力其实是单人单管在实验室里面操作的这个能力。按照北京市目前的规定，在低风险人群里面采用1:3或者是1:5的这个混采，也就是我5个人的这个样本放到一个管里去做处理，我们就会达到30万到50万人份每天的检测能力。